第三，国际地图节除了要行销南投县内有一好地，今日协助顶来学校推广地势，即个邀请第三国小的中中剧团带来嘉庆军，由第三的布地戏出展现第三镇伫厦门教学成果，嘛好袂少游客回忆细汉时阵的娱乐。阿伯，你先来，安尼就都还你咯。为着要推广传统的布袋戏文化，第三国小自三年前成立江中戏剧团，即个需要来参加国际地道节，带来嘉庆军由第三的表演，小朋友高超的技术，吸引真侪游客前来欣赏。利用一个国际茶道节哈，来给表演我们乡亲或者是外地来的一个游客来观赏。那小朋友呢，从这个演出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来宾的一个肯定的话，那让我们以后在整个布袋戏一个学习的一个推广呢，会更有效果。其实现场也看到我们的很多长者来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观赏啊，来回味一下啊早期的这样子的啊戏曲故事。茶道节就是结合地方的一个文化，让它融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一个茶道节更具有一个啊历史的文化的一种意义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现在囡仔真正有机会会使接受到布袋戏，第三国小积极推动相关课程，并且在各大比赛拢得到杰出的成绩，希望会使传承这项渐渐要失传的技艺。我个人觉得布袋戏可以帮助我练习我的闽南语啊之类的，因为我的梦想是想要自己创那个一个布袋戏节目，想要把布袋戏推广出去。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布袋戏，然后不要让布袋戏失传。我在这一些角色当中，我学到了非常多的台语，可以跟更多人用台语讲话，或者是说可以不让这些什么戏偶啊之类的失传。我们把这个课程引进学校的校定课程里面，如果能够透过文化的力量展现自己学校的精神啊，也能够学习别人的文化，然后可以让这个文化传统更多彩多姿的传递下去。会使在大型的活动中表演，对学生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，也展现第三国小在厦门教学的成果。记者陈长不多。